爸爸一定不喜欢这个新工作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爸爸以前还会笑。退学？我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很单纯的想要教书。如果我连我的学生都留不住，我就辞去了教师的职务。在经历了人生的难题下，他该如何找回那份热情？大爱剧场，我爱美京。